每日灵修清净主，活在基督里。主后，2019年4月14日。主耶稣啊，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。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，渴慕的心与你相交。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，感谢主每天扶持我，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，信实的主，圣洁公义的主，大而可畏的主。我要敬畏你，听从你，尊你的名为圣。我把我的重担忧虑卸给主，求主断开一切仇敌及环境的压制，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恼我情欲的压制，赦免我被盗的罪。求主耶稣用今天圣经的话光照我，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，赐给我永生的生命。我要存爱主的心来跟随主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诗篇第50篇16到23节。但神对恶人说，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，口中提到我的约呢？其实你恨恶管教，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。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，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。你口认说恶言，你舌编造诡诈，你作者毁谤你的兄弟，残毁你亲母的儿子。你行了这些事，我还闭口不言。你想我恰和你一样，其实我要责备你，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。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，免得我把你们撕碎，无人搭救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，能领受管教与责备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带领我，按着正路而行。求你使我得着你的救恩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紧靠主，脱离罪权势，有主时常住在我心内，如此蒙恩我实在不配，荣耀归主你。箴言第20章第5节。人心怀藏谋略，好像深水，为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。人心怀藏谋略，好像深水，为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。主耶稣，求你光照我，除掉我内心里面恼我所怀藏的谋略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按着正路而行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荣耀归主你，荣耀归主你，救主宝血将我罪洗净，荣
马可福音第一章32到34节。天晚日落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主耶稣，你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求你使我认识你是主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。